大家好，麦林啊，继续我哋嘅深圳湾吃喝玩乐啊！今日我哋会去深圳湾公园南山蛇口段，行到去海上世界嘅。嗱，我哋今日咧就朝头早九点钟啊，食完早餐之后就我哋去晨跑半影相。早晨，早晨各位。早晨，我哋好喜欢呢度啊，呢度附近环境啊，不过好理想嘅南山区，但系银两咧唔够啊。系啦，咁我哋直出，咁之后咧就会见到海旁嗰边海滨啦吓。睇睇地图，出咗酒店之后咧，我哋行出去海边方向，咁啊经过荷兰风车，去到深圳湾滨海休闲大西段啊，落石滩打下卡，然后咧沿海旁经 D 区、E 区到达灯塔，然后再沿海岸一直去到海上世界探我哋嘅午餐。咪探波路，今日继续喺度落。深圳湾公园咧有13公里，我而家跑紧呢一度咧系南山后海，全长有1150米。河公园有一个巨型嘅沙池，咁大家呢度见到啊，咁都设有一个风车塔嘅。咁其实呢个风车塔咧系一个发电风车，咁到咗晚上之后啊会发光。咁呢度睇下附近咧望一望咧都好似勾咗个河畔啊，都好靓嘅。这个风车小镇咧喺春季繁花盛开嘅时候嚟到咧，可以欣赏到紫花枫铃木添嘅。咁啊，下一年咧过嚟望一望先。咁啊，前面咧我哋会兜翻转头。13公里嘅深圳湾公园咧，由福田到蛇口啦，跨越咗南山区、福田区大部分嘅海岸线。咁啊，公园远眺香港同埋新界嘅元朗区啊，天水围同埋深圳湾大桥咧，都望得好清楚。好啊。这个深圳湾公园咧，净系规划咧都需要8年啊！咁大概系2000年开始咧，逐橛咧咁样开放，到2011年咧就全面开放啦。咁鬼热而家，好热啊 ！Yes， 我谂而家都有成30几度。系啊，卅几，我哋就嚟完成啦，42啫嘛。系啊，诶，过嚟讲，过嚟讲 ，Yes， 过嚟讲，放电啊！呢架牛跑，我谂好伤啊，里面。哇，好耐未拍过跑步嘢啦！天空海阔啊，系咪好靓啊？深圳湾公园曾经获得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评选为第9届风景园林类杰出奖，喺2013年咧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1等奖添嘅。所以每个区咧，你都发觉都好有心思，好靓啊！跑咗大概系，如果要跑咗半钟头啦，要跑就，如果净系跑就唔使啦，15分钟啊！系啊，吓咁我哋半行半行嘅，半跑啊影嘅，拍片咁嚟啊！系啦，咁就好耐啊时间。啊，而家都有，不过而家锁门冇人啊嘛。有嘅可以用嘅，既然工咁紧死啦，封咗喎！哇，咁鬼靓啊！呢啲系咩啊？呢啲啊，靓！呢啲油咗咩嗰啲？油咗沥沥架啊，系啦。呢个蛇口湾都好静啊，风平浪静。咁啊，对面系。屯門，咁啊，所以天然有個即係屏障咁啊，呢個灣咧比較上係靜啲嘅，你睇下啲風平浪靜。我哋一路過嚟咧，望到好多樓，好靚啊！咁啊，同埋啲樓價喐下都几千万。咁啊，无他，因为都真系靓，成个公园都好实用，好美观。好啊，嚟到呢个海上世界。前面咧就是海女啊，再行前少少咧就明华轮，系啊，有海女喺度啊。
大约五公里咧，我哋半行半跑，咁啊嚟到海上世界，咁我哋揾餐厅就食我哋嘅午餐，咁不经意地咧就揾翻上嗰几个月咧，我都有嚟过，就系呢个南海小厨啊，咁都几好坐噶，咁啊玻璃屋，咁啊望住出边咧，风景好好啊。我哋行到嚟呢个南海小厨啊，食中菜饮下茶。上一次嚟咧又喺度，今次咧又喺度。哎呀，开始定嘛？好，我哋有位喺度。顶顶嘅靓啊！系啊，我湿啊。你湿咪热啲好咯，冇咁冻啊。我湿啊，我冇咁喺度歇一阵，等埋其他嘅队友过嚟，咁享受我哋嘅美味嘅午餐。咁我哋咧由九个人，咁 total 食咗680蚊。食完个晏昼，我哋行一阵，咁然后咧翻翻酒店。夜晚咧，我哋到南山站附近嘅顺德老酒楼咧晚餐。咁大家见到吓，好都好美味噶。虽然咧唔系咩网红嘅酒楼啊，咁但系每一味咧都即系交足水准啊，都唔错噶。大到啦！哇！系咪全部鱼饼嚟噶？系。都有鱼入边咧。鱼都系鱼啊！系。好似咁样。是不是好美味呢？十个人合共1300多蚊。吃完晚饭之后呢，我们余庆节目走了大概两公里去找一间卡拉 OK， 就是味 KTV。小弟呢很少去卡拉 OK， 但这个味 KTV 呢的设备真的很坚，不信大家听一下。便未用到出卖赠言，但愿重换友情，就让你我做平淡女子。咁大咁靓嘅包厢，一个咁靓嘅舞台，加埋超劲超靓声嘅 stand 麦咧，搞到自己好似好识唱歌咁。看看班人玩得几陶醉几嗨。多谢大家一同感受我哋嘅欢乐同埋狂野。亦希望所有的朋友和观众天天精彩，日日愉快。今天深圳湾公园的南山段到此为止，明天我们上去小南山公园。订阅和给我 like 我，欢迎转发，与众同乐，下一辑见，拜拜。